嘉义永康街啊，今仔来看天津葱烧饼，欢迎的这款。其实听讲台湾没有天津葱抓饼啊，哈，到了天津，天津人讲这个叫台湾手抓饼。以前来讲，有啥物来讲？我安尼趴在啊，抓是抓哪里啊？没看你在抓啊？啊？没有看到他在抓啊？你不要吵我，我要跟他讲。